Hello，大家好，我是 Audrey。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节超级有效、超级爆汗的 HIIT 课程。那今天的 HIIT 课呢，不会跟寻常的 HIIT 那样只做有氧，我在中间呢会穿插一些无氧的 bar 普拉提相关的塑形内容，增肌减脂两不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课程。那今天的课程呢，会比较高强度一些，我们有很多跳跃的动作。那如果说对于跳跃的动作，你比较喜欢穿上运动鞋去做，那现在呢，可以暂停这支视频，就把你的运动鞋穿上。我很建议这个选择给，比如说膝盖呀、关节比较需要保护的朋友们。那另外呢，如果说跳跃对你的膝盖或者说别的踝关节等等的有任何的不适，那我都建议你选择简化版。在我选择跳的时候，你选择 tap out，类似于这样子的动作，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的、负责任的对自己的运动进行规划。OK，那废话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开始吧。那今天的课程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一副5磅的哑铃，也就是2.5千克左右。另外呢，我建议你拿一副轻量的，也就是2到3磅的哑铃，差不多1千克，1到1.5千克比较合适。那我这里选用的是3磅的，对，大家尽量往轻的选，因为我们高重复练习肩膀的时候，哑铃重其实对于我们的关节并没有什么好处。OK，那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时候你需要可以放下哑铃，这都只是选择和建议而已，并不是硬性要求。你准备好了呢，我们就开始来到我们的瑜伽垫上做一点简单的热身。我们首先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踝关节和我们的手腕关节。我们今天会做不少跳跃的动作，对。反方向，非常好。吸气，双手向上举。呼气，站姿前屈式，Forward Fold。在这里轻微晃动你的胯部，打开双腿后侧，打开你的后腰部位。如果愿意，可以双手相交，在背后做一个延伸，可以晃动你的上半身，找到一种松弛感，非常好。深吸气，深呼气，再一次深吸，再一次深呼。好，慢慢的放下你的手臂，右手去找左脚踝，左手向天空延伸，可以选择将左手放在自己的右侧腹部，making a bind，非常好。深吸，深呼，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弯曲自己的右膝盖，使得左腿后侧的拉伸感更加强烈，非常好。深吸。深呼，好，我们回到正中，现在换边，左手去找我们的右脚踝，右手延伸到右脚踝。深吸气，在深呼气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将右手延伸向左侧腹部的位置，对，每天的锻炼。现在，如果你乐意，可以轻微的弯曲左腿膝盖，深度感受右腿后侧的拉伸。非常好，现在放松，回到正中，双手抱着自己的手肘部位，晃动上半身，向左、向右、向左、再向右，非常好。现在双手放于地面，弯曲膝盖，记住一节一节一节相叠的起身，很好。那现在我们做几个手部交替 reaches。向左，向右，右手向左，左手向右，活动开我们的肩膀关节。今天的课跟很多有氧课程不一样的是，我们在有氧部分也会运用到哑铃，所以包括跳跃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稳定住自己的核心，稳定住自己的上半身各个关节，非常好。五、四、三、二。一，很好。现在身体向左、向右、向左、向右，尽量核心保持稳定，非常好。Left, right, left, right, tw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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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st，夹住膝盖，
现在单手版本 tw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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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left and right left right left right give me four three two and one 好接下来部分热身我们会慢慢的将这个速度拉快 OK 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们来到一个深蹲的姿势深蹲上抬深蹲上抬 down up down up 非常好 down up down up lower lift lower lift 现在我们还是在热身阶段所以我不要求你的动作有任何的负重更多是一个比较快速的将我们的心率稍稍有点上抬的这么一个状态 down up 起 down up down up now we adding a twist lower li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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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st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到了吗加入一个转体加入一个转体对好接下来我们将这个动作换成 quick feet 继续保持一个轻微深蹲的状态双脚快速的抬离地面非常好 quick feet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将 quick feet 改成 tap out out in 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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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了吗非常好坚持这个动作对于提升心率非常有效 8 6 4 3 2 1 好 Good mornings 一组 Good mornings 大家把它想象成一个膝盖弯曲的 hip hinge 从你胯部的位置去做折叠这个跟深蹲的不一样的是我们的上半身在向前的时候会逐渐接近于贴近地面的那么一个状态而且我们不是靠弯曲膝盖来完成整个动作的我们是靠臀部后侧的力量背部平直带动我们上半身抬起那如果是深蹲可能会这样对不对 The mornings 是这样子非常好再来四组三二一很好现在我们来到肩部蹲的姿势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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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up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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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up 三次轻微深蹲跳跃三次轻微深蹲跳跃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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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up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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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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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还有两组然后换边最后一组非常好换边右腿再进步腿高如果你刚刚是反的没关系这样换边就可以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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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up 大家知道比做有氧更累的是什么吗就是一边有氧一边说话更累的是什么就是一边有氧一边说话同时还得记住脑子里还得记得自己的 sequence所以一般有氧课程我都会把自己的 sequence 写好放在我的电脑上然后电脑放在那边偶尔会看一眼这样好最后一组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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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up 因为高度有氧的时候脑子真的无法思考 OK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个课程那一开始我们会以塔巴塔形式差不多20几秒然后休息10秒这个样子 OK 现在我们准备好了吗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跟我们刚刚做的非常相关的 out out in in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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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in out out in in 大家看到了吗非常好坚持如果你乐意还可以在其中加入一个在瑜伽垫前后走动的版本非常好 we're out in 5 4 3 2 1很好休息一下我会说是10秒但是有的时候会稍微短一点对
挑战一下你自己。所以我没有说这节课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Tabata 课程，因为它中间有加入一点点随心的部分，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也有可能教大家做一个 hold。 OK ready， 再第下个动作 bucket， 大家看到了吗？抬起你的腿，去想象自己脚后跟可以触碰到你的臀部。现在我们也可以加入在瑜伽垫上，向前向后向前向后，对，如果你乐意你可以在原地，效果是一样的，真的没有关系。对，非常好， we're out in 4 2 1，很好很棒。就是刚刚那两个动作我们会再交替重复三遍，就三遍而已，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OK quick feet， you ready in 4 3 2 1。 你也可以这样横着，对，当然我觉得竖着跟没三级别，但是其实这个动作怎么做都没有关系，我的要求就是你动起来，动起来就可以了。When you get a break. Okay. Nice. 我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讲话有点 breathy. 非常好。好，下一个动作 butt kickers 第二组。1 2 3 We go. 休息，然后我们会迎来我们第三组 quick feet。 OK let's go and stay just here。如果你说 in out out， 让我的身体觉得不协调，那你就原地这样踏都可以，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当然不会想 in out out，你看啊，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最后两下，最后一下，这个时候就很感激能够稍微休息一下、稍微喘息一下的机会。好，我们要最后一组特巴的，完成了它呢，我们就 out of this first round。OK， let's go。OK， 我们 beginners。最后5 4 3 2 1，很棒。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头发都跳得散架。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第一组 bar sculpting sequence。 Don't think just you， 拿上你的轻量哑铃两磅或者三磅的那一个，来到一个 second position plie， 大家都很熟悉的，对不对？我们一边 dip 一边轻微双手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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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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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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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 Now we add it in and out with the weights， with go in out in out， 腿部仍然保持 dips and dips，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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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 in out in out。8 6， we have 4 3 2 1。 接下来延长你的手臂，我们匀速慢速的向前，匀速慢速的向后， close for 2 and open now for 2，
close for two, open for two. 这时候加入深深的 dip， 深深的轻微抬起，虽然是深深的 dip， 但大家不要起来太这么高，不要，我们尽量控制自己起来的范围，让自己臀部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非常好，非常好。现在我们加快速 ，close， open， close， open， in， out， in， out， eight， seven， six， and five， just four， give me three， two， and one， here we go， we step up， down， up， 小拇指向上，大拇指向上，小拇指向上，大拇指向上， down， up， down， up， flip。And flip， 大家看到我的头发了吗？太搞笑了！等会我要稍微修整一下。Down up, down up, flip and flip. We have four, three, two, one. 呜，非常简短，但非常有效。好，我把头发稍微修整一下，我们就回来继续进入我们的 Tabata rep。对，我这个 irregular。Tabata 并不是非常正规的那种。准备好了吗？第一个动作 jumping jacks， 这个非常简单，大家都知道怎么做。开合跳 ，out out out out， 哦哦 ，up up， 8, 6, 4, 3, 2, 1，很好，好，接下来一个动作跟刚刚的会有点像，也是跳跃相关的，但这一次我们是 jump squat， dip down jump up， dip down jump up， dip and jump， dip and jump。 大家有注意到我的速度在逐渐加快一点点，但是你也可以保持一开始的速度，如果你觉得那样做得更稳，动作更标准，膝盖不要超过脚尖，跳起来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自己的核心稳住自己。Four, three, two, one， 非常好。好，我们下面一组同样的 Tabata， 要拿上哑铃要开始做了。没错，你会说 jumping jacks 也可以用哑铃吗？可以，我拿的是五磅的，你可以选择轻一点。Let's go。大家看到我的手臂可能不如刚刚范围大，但是概念是一样的。但就算我在延伸的时候，我的手肘也保持微曲。Four, three, two, one. 哇，我这个头发，等会儿做完这组之后，我要好好休整一下。Dip, extend, dip, extend, jump squat. Round two. 你也可以全部放在胸口，对，这也是很好的选择。Four, three, two.One， 好，下一轮挑战你有自己的选择，你可以拿更轻的哑铃，可以不拿哑铃，也可以选择加重。OK， 整理整。Ready? Let's go!
two and one. 好，哎，放下。我这个头发真的让我也挺无语的，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稍微 fix 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个 sculpting round， 也就是我们的 bar karate 塑形相关。我低估了这个 Tabata 的强度。OK， 好，拿上你的两个哑铃，如果可以，两个哑铃相叠。如果你觉得这样有点重，仅仅拿你更重的五个哑铃就可以。非常好，现在呢，我们来进入一个 bicep curls 二头弯举的动作。双腿打开，膝盖轻微弯曲。匀速上抬，匀速下降，匀速上抬，匀速下降。如果你愿意，加入一个深蹲的姿势。如果你说我蹲够了，也完全可以忽略。现在我们手臂打开，对，向外延展的做这个二头弯举。同样可以选择加入深蹲，再来四组，三、二、一，好，接下来我们向内、向外、向内、向外，保持在一定的高度，向内、向外。In, out, in, out,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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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ght, seven, six, and five, just four, just three, two, and one. 好，现在手放在肩膀上，我们仅仅是深蹲带的 dips, 深蹲带的 dips, squat, dips, dip, and dip, eight,Six, four, three, two, one. Now we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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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 up.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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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 up. Tiny dips, four, three, and press.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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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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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 That's eight. Six, four, three, two, one. Woo!非常非常的棒。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非常有意思的特巴拉。这一次我们的动作就有意思了，我们是 monster crawl forward and quick feet going back, monster crawl forward and quick feet come back, monster crawl forward, forward, quick feet going back, cra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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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ck feet.哦，好啊，这个比较快，对，因为做不了几组，这组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下一个动作呢，跟刚刚的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幅度会大一些。我们先做一个 curtsy lunge， 然后将左腿往外提 ，curtsy lunge， 左腿往外提 ，curtsy kick，curtsy kick。放心，我们虽然一次只做一边，等会儿我们会 even out。Dip kick. Four, three, two, one. 好，回到刚刚那个动作。这次呢，我给大家一个选择，你不一定要 monster crawl， 你可以 jump forward and quick feet back. Jump forward, quick feet back. 如果要说没穿运动鞋，这个降杆我觉得有点奇怪，选择 monster crawl 是最好的选择。比谁跳得远，我们没有带力进跳远，更多是寻找一个带动自己身体的感觉。非常好，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回到那个 curtsy kick。OK， 里蹲向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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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蹲向外。
有点不稳，很正常。需要的话可以找一面支撑墙，也可以随时休整一下。最后拿下，最后一下，非常好。呼 ，OK， 再来这样的，还有为数不多的几组。同样的，你可以不要忘记我的第一个选择 ，Monster Crawl and Step Back。Whichever you choose, find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Very good. 好，休息。其实没有时间休息，我们直接你的 dip and kick。最后两下，最后一下，呼，最后一组了 ，OK， 呼 ，Ready， Steady， Let's go。没有运动鞋，必然跳的不会太远，所以这个时候的第一要务不是去跳远。而是保护自己的关节，跳过我的最后一下，非常非常的棒。好，稍微调整一下我的瑜伽垫，做最后一组 curtsy and kick。现在是右腿，当然如果你是左腿，也是非常正常的，只要做到交替就可以了。有点不稳，很正常。我宁愿你做的慢，动作标准，也不用为了追求速度做的歪七扭八的。最后四、三、二、一，非常非常的棒啊！好，现在拿上你的五方哑铃，只需要一个就可以。拿上你的哑铃之后，来到一个四肢着地的姿势。现在，我们将自己的哑铃放在左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先是做哑铃弯曲手肘，延伸弯曲放下，弯曲延伸弯曲放下。现在我们试着将腿部加入同样的动作，抬延伸弯曲放下，抬延伸。弯曲，放下，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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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你的腿抬得有多高，或者手举得有多高，我更看重你核心的稳定性。注意一下你的胯有没有一高一低，双胯保持于同一水平面，平行于地面。好，再有一下，我们保持弯曲延伸，弯曲延伸。非常好，坚持，你都有几下了？最后四、三、二、一，好，保持延伸，踩你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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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t and lift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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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And up, we have 8, 7, 6, and 5, 4. 哑铃可以伸出来 3, 2, and 1. 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换边，现在左手撑地，右膝撑地，哑铃拿在右手。我们先是只做手臂的动作，弯曲，延伸，弯曲，放下，上提，延伸，弯曲，放下。加入腿部，
最后一组，现在只做弯曲延伸，弯曲延伸 ，kick kick kick kick， give me four， three， two， keep it extended， in one， tiny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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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tiny squeeze it up and up， l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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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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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eight， seven， long counts， six， push， five， push， four， three， you got this， two， and one， 非常好，好，你的哑铃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天哪，我的汗都滴下来，下一组塔巴拉，非常棒，是我个人最喜欢平板支撑塔巴拉， Can I get any better？I love my friends. OK， 现在呢，首先我们来到一个平板支撑姿势。如果俯卧撑对你来说的挑战，在膝盖上做 ，down up down up， 8 6 4 3 2 1， 好，这个图案呢就是要休息，我选择 hold， 大家不要动，选择一个平板支撑 hold 就好了。好 ，four， three， two， one， hips dip， side to side，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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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e to side， side to side， eight， six， four， three， two， one， 同样的图案来休息，你要是累了可以休息一下，不累就继续 hold。Okay， good job， planks。Okay， push ups， let's go。down up， four， three， two， one， hold。如果你乐意，当然可以膝盖放在左脚下，但如果可以，继续 hold， hold this， plank， you got this， okay。Hips dip side to side, side to side.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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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 Squeeze, squeeze. 利用侧腹力量。You got this. Side to side, side to side. 非常好。暂时休息一下，你可以继续选择后腰 plank。随时记得你的俯卧撑可以在膝盖上做。就像这样，我给大家示范，这样也没有任何问题，反而动作标准更加重要。Last two， last， 我的汗都滴到瑜伽垫上了，继续 hold 休息。Hips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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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 You got this. Dips, side to side. Ch, 好，休息一下。OK， 最后一组塔巴拉了，坚持完就是胜利，真的，你可以的。准备好了吗？俯卧撑。down up down up， 其实二十秒也做不了几个俯卧撑。你也可以做慢一点。好，休息 ，hold your plank。哦，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讽刺？休息 ，hold your plank。But you got this, I got this, we got this.Let's go, dip, side to side, side to side. We dip, dip and dip. Eight, seven. 这个加一点时间。Last four, dip, three, dip, two, and one. Hold your plank. Hold for four, three. I know you can keep your form. Two.Make the last one count. One. Oh. 非常棒，非常非常的棒。
好，接下来的光塑形部分是腹肌相关的。OK， 这个动作没有那么难。一开始我会给大家简化的。OK， 延伸，做传式，对，手放在后面就给你很好的辅助。如果你觉得手放在后面好简单，手可以放在前面。如果你觉得这样都有点简单，你可以加大范围。支撑你一下，对，坚持，你可以的。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非常好。接下来手撑在后面，我们向左、向右、向左、向右，这个时候手。并不要把身体整个重量放在后面，灵活的利用你的肘关节，保证动作来自于核心而不来自于手臂。向左向右加入一点侧腹部分。好，接下来我们把侧腹部分加强，我们转体，大家看到吗？我的臀部仍然保持是着力点，但是我的膝盖从刚刚的指向天花板，现在膝盖指向左，内收；膝盖指向右，内收。比起刚刚，更加加大侧腹作用力，非常好。现在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手臂朝前来做这样的动作？大家看好，最后四、三，然后换边，二、一，好。换边，同样一开始几个可以用手臂支撑一下，大家感受一下，非常好。如果你乐意，可以手往前延伸，加大动作范围 ，squeeze。We have four, three, two, one. Oh, that's crazy. That's really nice as well. OK, 手臂撑地。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有意思的一个 combo 动作，我们向下、向内，跟刚刚一样。现在脚着地，向上抬 ，dip for eight, seven, six, five。注意只有手肘弯曲 ，four, three, two, one。别的不动，只做 tricep dips。OK， 现在我们向内 ，four, three, two, one。脚着地 ，tricep dips。eight, seven, six。5, 4, 3, 2, 1, 好，同样再来 3, 2, 1, 好，支撑起来八下 dip 4, 3, 2, 1, 好，再来 squeeze lift up and use your triceps， 只有手肘在用力，千万不要靠胯臀部。Four, three, two, one， 最后两组交替的，向内，向内，向内，再向内，抬起来。We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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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 Four, three, two, one， 最后一组。明天你的三头肌没有感觉，你可以来找我。我觉得你是铁人，我会非常敬佩你。好，上台。Dip. That's four, that's three, that's two, and one. Woo! Very nice. 好，接下来我们会以像热身一样的一组，带点有氧、带点塑形的动作，来把这节课做一个 wrap up. OK, 大家先看到我呢，首先要来到一个下犬式。OK.好，这个下犬我会对它再温柔一点，你可以花点时间去找找感觉，可以交替它一个脚后跟，脚后跟不一定要碰到地面，膝盖也可以弯曲，但我希望你背部平直。
非常好，找找下拳的感觉，感受到身体的拉伸。好，不要太舒服了，因为我们第一个动作就要开始了。现在用的右手去触碰你的左脚踝，触碰完之后来到平板支撑，左脚碰右手肘，大家看到了吗？同样同一边，右手碰左脚踝，向前右膝碰左手，左膝碰右手肘，同样的腿和手 tap and touch。我们最后还有四组，三、二、一，非常好。我们现在换边，左手碰右手肘，向前来到平板支撑，右膝碰左手肘。不一定要真的碰到，如果你说没碰到，在这儿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最后六组，五、四、三，坚持，随时可以停下来休息的。二，但是我相信你最终能够完成它。一，非常好。好，接下来 mountain climbers， in, squeeze。大家应该看出来了，最后这一组收尾动作以核心为主的。8, 6, 4, 3, 2, 1。好，现在来到我们的膝盖上。这个时候呢，我需要你们能够拿起你的保养仪，你可以两个相对，也可以只拿一个，没有关系的。好，现在来到膝盖上。哑铃拿在我们的右手边，对，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右腿向外延伸出去，对，膝盖在脚踝之上，之前有跟我训练过小伙伴有可能见过这个动作。 OK， 现在呢，我们先是哑铃举起来，哑铃放下，然后哑铃放到手边，左手撑地。 OK， 现在我们左手将自己身体撑起来，做一个 bicep curl， press up， lower down， dip， 这个跟之前的版本有一点轻微的不同，大家专注于现在这个新版本，非常练习我们的侧腹和手臂力量。我们做的个数不多，但是足够有效果。最后两组，最后一组，好，非常好，换边。现在呢，我们是左膝向前，右膝着地。现在先是 press up， lower down， extend your arm， right arm on floor， press up， bicep curl， press， lower down， down。Up, curl, press, down, extend, lower, hand to floor, press, curl, press, lower down. 啊，我的侧腹已经有感觉，因为我前几天都有在做这个动作。这种动作就是不光瑜伽垫上让你有感受，离开瑜伽垫让你有更深的感受。 4, 3, 2, and last 1， Bravo。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跟刚刚动作很相似的，为什么练习的也同样是我们的侧腹，将两组哑铃都拿起来，十磅拿在右手。好，这个三磅的这一组拿在自己的左肩上。 OK， 现在我们右手向下上抬，向下上抬，没猜错，我们练习的正是我们的左侧侧腹。侧面给大家看一下，我经常看见一个误区是大家弓背的做，或者身体
方向后仰再做，不要，身体侧边，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正中的姿势，这样才可以保证你最有效的练习到你的侧腹、前侧和后侧都能够带到的那种。如果你说放在肩膀上，我的手臂觉得别扭，你也可以延长，双手都延长也没有问题，你也可以这样做一个 bicep curl hold， 都是很好的选择。Dip lift， dip lift， 现在我们 dip， 手臂延长弯曲再起来， dip， 左手延长弯曲再起来， dip， extend and lift， dip， extend in and lift， last four， last three， last two and one， 好，最后一个保持，开始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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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the end， 同样的，你的左手你在前面你延长都可以，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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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 8 7 6 5 4 3 2 1， 很好，我们现在交换哑铃交替。很棒，现在呢，你的右手可以试着哑铃放肩膀上，可以做 bicep curl， 可以延长，都可以。左手延长的状态，注意手肘微曲，保护好你的肘关节哦。现在我们 dip and lift， lower down， lift up。我的膝盖也是保持微曲的，因为我不想要把我的膝关节锁住了。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我啰嗦，一节课讲这么多话干嘛？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正是这些细节。就算是运动经验非常丰富的老手，在累的时候都会忘记。我提醒大家，同时也是提醒我自己，这也是我的训练的时候的一个自我要求。我希望自己不光动作能够做下去，我希望自己的动作是在做标准的基础上这样进行的。Dip and lift, down, up, down.我的侧腹感受非常强烈。Down, up, down, up, last four, three, and the combo in two, and one. So now we dip, we extend, arms in, lift up, dip, extend right arm, in, and up.Dip, extend, in, and up. Dip, extend, in, and up. 大家不要小看这16磅，做对了，它的效果不是16磅可以带来的。我们最后还有4组，3 2 1。好，接下来我们看你 dip, dip, dip.Dip， 手中有多种选择，我一一示范给大家看。看你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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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dip。We have 8 long counts， 7 6 dip， 5 4 3 oh my gosh， 2。做对朋友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1。哦，很棒，非常棒。现在哑铃可以彻底放掉了，你现在不需要它们啊，真的非常好。我们最后一组动作，我答应大家，这一课真的就结束了。我们回到我们的下犬式，做跟刚刚很相似的动作，但这次我们交替。现在我的左手去触碰右脚踝，右手触碰左脚踝，左手触碰右脚踝，右手触碰左脚踝，并不难。这个不光是一个训练，更多也是一个拉伸，对，用比较。动感的方式，慢慢进入我们拉伸这一步骤，让你的心率能够平缓的、有效的降下来。如果你觉得不过瘾，加入一个平板，欢迎你。平板 tap， 平板脚底 tap。我们最后还有。8 7 6，很好，5 4
二，一，好，现在放松，来到我们的肚子上，好，手抱在头后 ，lift up and up， 上半身起来，再起来，我们练习了很多身体前侧的部分，为了 even out 我们的背部，也应该用这种方式去强化 ，lift， lift， lift and lift， last four。3, 2, 1, hold, hold, lift your legs as well, hold, for 4, 3, 2, 1, extend your arms, for 4, 3, 4, 2, and 1, arms back, last 4, 3, 2, 1, 哦，是不是非常舒服？现在可以整体弯曲膝盖， tap your feet, left,Right, left and right， 非常好。现在弯曲你的膝盖，可以轻微晃动你的臀部、你的胯部，感受到整个后腰处的放松。这么说来，我好像很少趴着做一些拉伸。那今天我呢，就是想带大家做一些趴着也可以做得很好的拉伸。好，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开胯的动作 ，Frog Pose。练习瑜伽的小伙伴肯定比较熟悉了，将你的大腿和你的瑜伽垫的前侧几乎是成平行状态，然后呢，弯曲你的膝盖，保持现在90度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可能一下子下不到很下面，你可以跨步向前、向后、向前、向后移动，直到你找到一个比较舒展的姿势。然后呢，如果你比较活动的开，你可以放松自己的上半身。对，啊，非常舒服。深吸，深呼，啊，深吸气，深呼气，啊，最后一次深吸，最后一次深呼，啊，如果你乐意，可以继续待在这个非常舒适的 yummy stretch。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起来了，慢慢慢慢的，先是找到手臂支撑的力，然后像你进步的那样。身体向前向后活动，对 ，maybe lift your knees，yes，and then reposition your knees， 将膝盖放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身体可以继续向前向后。好，今天的最后一个姿势，我希望带大家进入 child's pose。啊，这是经常我带大家开始一节课的一个动作，今天呢，我觉得也很适合用来结束，找到那种被地面支撑的。放松的感觉，伸直双手向前，臀部去找脚后跟的感觉，在每一个呼吸之间寻找自己的身体与瑜伽垫的链接。与地面的链接，与你内在的链接，这一刻，当你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与自己的内在真正建立了交流，真正有 mind body connection， 这种愉悦，我相信超过于任何排毒与消耗。当然，那些运动的优势也一直都存在，但是我希望你能感受到，这个运动并不是为了达成任何目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数字的完成，这个运动是为了你自己。为了能够好好的爱你自己，好好的
尊重地对待你的身体。你做了这样的决定，来到瑜伽垫上，这样的你真的很棒。谢谢你愿意倾听身体的指挥。如果你乐意，还可以在这里待更久。非常欢迎你做一个更加长久、更加完整的拉伸，甚至加入一节短暂的冥想。那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起来，慢慢的将活动带入到你的指尖，带入到你的前臂，慢慢可以选择撑起自己的身体，来到四肢上，可以闭着眼睛，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坐姿，怎么舒服怎么来。吸气，我们双手向上举，呼气，双手合十。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完成了这一节非常带感、非常燃，最后又很平静放松的练习。如果有任何关于这一节课的建议或者感想，非常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也可以跟其他一起练习的小伙伴们交流。如果有任何别的想看的内容，也期待着你告诉我哟。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大家真的都很棒，我们下次再见。